据港媒报道，近日洪欣与丈夫张丹峰被拍到跟女儿一起现身机场。报道称，因为张丹峰有一个月的拍片空隙，所以携妻带女前往美国旅游度假，两人身着休闲装，戴着情侣墨镜，在机场也很亲密，似乎是和好如初了。五岁女儿张希彤坐在妈妈的行李箱上，三个人有说有笑的一家三口的画面非常温馨。早前张丹峰出轨碧莹的热度也随着碧莹的引咎辞职而平息，张丹峰红星不断的一起现身公众场合，此次张丹峰一家现身机场，网友也纷纷评论道，似乎已经和好如初，也许人家压根儿就没闹过吧。我觉得他们夫妻俩真的挺好的，给他们空间吧，给明星点私人空间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